去网卡，大家想到的都是大长腿和美手，也许大家还不知道，其实网卡还有一个隐藏身份，那就是圣斗士星矢时级学者。当然了，这是网友为他取得名字。近日网友在社交论坛上 PO 出网卡自己 P 的图片，后来发现原来网卡还是个圣斗士星矢的爱好者。不仅如此，就连拍摄电视剧伪装者时王凯的花絮照也被 P 成了同样的画面，并且在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后期也给他 P 上了类似图案，简直就是真爱了吧。后来王凯在自己的微博中亲口承认了自己从小到大最喜欢的动画片果然就是圣斗士星矢。其实王凯这个年龄段的男孩喜欢这部动画片一定都不奇怪，毕竟是伴随大家成长的动漫。可见王凯虽然总是饰演深沉的角色，但是内心里却还是有一颗动漫童心啊。不过对于王凯对这部动漫的喜爱，网友们也是说感受到了代沟，则是唯一热爱这部动画片。然而我没有看过感受到真实的代沟，我很小的时候跟着我哥看过，但我就记得雅典娜233333。不过虽然王凯自己非常喜欢动漫，却不知道其实自己的手也被大家称之为动漫人物一样的手。众所周知，王凯的手是非常好看的，就连许多明星的手都没有他的好看。王凯的手指细长而又白嫩，简直就是动漫人物的手一样啊，对比一下是不是很相像。不仅如此，近期王凯在拍摄杂志封面时也是向大家展示了什么才是时尚的样子，迷妹们恐怕又要尖叫了吧。其实这个样子的王凯是不是也和动漫中的男主角一样呢？动漫中的男主角一样都有着瘦削轮廓度极好的脸庞，王凯的脸也是一样，再加上这一双大长腿和手指，是不是更加圈粉了？除此之外，王凯的一身造型也是十分让人难忘的一个形象。电视剧《欢乐颂》里王凯饰演的医生赵启平，一身白大褂不知道了又俘获了多少女孩的芳心，难怪都说白大褂是禁欲系的代表，看看王凯不就知道了吗？